嗨，今天我要 show 你们怎么做图形设计。这个是中文版的 Canva， 你可以选择语文，在这个右上角这里。它原本的语文是英文，所以你可以选中文。假如你要阅读中文的话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软件，能够帮助你在 marketing 里面设计你的图形。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图形的样子是怎么样的。你能够用 Canva 把它的后面的颜色除去，就好像这样子，它已经变成白色了，所以它的后面的颜色已经变成白色，所以你能够用 Canva 这样子把图片再利用。几个很好的例子，好像你有 animation，这个是其中一个图形用 Canva 来制造，所以不管你做什么生意，你都能够用 Canva 把它弄到或者设计到很漂亮的图案。就比如这个，所以你也能够用 Canva 制造 Instagram 的图片，就好像这样。这个是另一个图片，你可以制造的。它有很多方式，它也能够做 animation。这个是其中一个方式。这是 for Instagram post， 所以它能够制造图形给 Instagram、Facebook、YouTube 所有的 social media 的图形，它都能够做。所以这个已经是把它的 background 的颜色除去了，就是白色的底。很简单的设计，但是很漂亮。所以不管你做什么生意，你的设计都能够用 Canva 来制造，以你的喜欢和喜悦。好的，这个是最后一个图片，谢谢你的观看，再会。